and son you got. Love him though him son. Khi hỏi yêu con không quên hoa. Xin buồn xuôi đẹp bất phân xa. 我覺得呢個籌款晚會係非常非常之有意義嘅，佢能夠將中樂咧推動到每一個階層，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捐書，盡一分力。大家都知道香港係一個中西匯聚、多元文化嘅社會，香港中樂團能夠花咁多嘅努力去推動中樂藝術，係非常之令人敬佩嘅。今次我想借住呢個機會。唱一首《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》，是希望感激我太太这么多年来对我和我两个小朋友的承担，好感激她她全身心的奉献。我亦都会唱一首《中国梦》，这首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来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大家好，我叫杨建平，好开心可以同香港中乐团合作嚟到进行呢次演出。我今次系会表演二胡曲目系《如不叙事曲》，希望透过呢次演出同埋大家嘅努力同赞助，可以帮助到好多嘅小朋友去接触中乐，同埋同我一样享受中乐。首先好开心能够参加今年嘅筹款晚会，大家都知道香港中乐团每年都会举办筹款晚会。希望通過籌款晚會得嚟嘅費用、得嚟嘅收入，能夠支持中樂團未來嘅發展。大家好，我係林丹陽，好開心今次第一次同香港中樂團合作。香港中樂團係一個非常之有凝聚力嘅團體，喺弘揚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嘅同時，又可以做善事。我非常樂意同埋榮幸可以參與其中。音樂係跨越階層、各界同埋歷史嘅，期望有更多參與同埋碰撞，擦出新嘅火花同共鳴。請支持香港中樂團《躍動傳承三》籌款晚會。請支持《躍動傳承三》籌款晚會。請支持《躍動傳承三》籌款晚會。一根寂寞花。